咦，这是什么呀？有很多的颜色，上面呢还有很多佩奇的小伙伴儿，瑞贝卡、肯迪、苏西，这个呢？这是艾米丽吗？好像是爱德蒙，对不对？还有佩奇和乔治，打开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原来是教小伙伴来认识颜色的。那这些颜色小朋友们都认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小猪佩奇来比一比，看谁认识的颜色多一些吧。小猪佩奇来喽！蓝色，再看一看这是什么颜色呢？请帮我的小熊换种颜色吧，粉红色跟我的肤色一样哦。这一次猜对了，我们再来让小猪佩奇认识一下一请号。帮我的小熊换种颜色哇，好棒哦！你喜欢紫色的小熊吗？请再帮来我一的种小颜熊色，换种颜色吧，第四。橙色。这是你哇，最佩喜奇欢好的颜棒！色吗？再来换一种，请帮我的小熊换种颜色吧，七号。绿色。哇，很棒的小猪佩奇。喜欢绿色的接小下来熊再来吗？哪一种颜色呢？认识六号。请帮我的小熊黄色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？还有哪一种颜色呢？还有蓝请色。帮我的小熊换种颜色吧。哇，小猪佩奇很棒哦！上面七种颜色，小猪佩奇全部认对了，给聪明的小猪佩奇点个赞吧！感谢收看，拜拜。